哎呦，早上弄的羊肉，我们中午啊是准备做一个烤羊肉，这还有根骨头得剔出来。对，嗯，我要有庖丁的技术就好了。庖 丁解牛其是实就是庖丁，这是个技术活儿，我发现。反正都要烤的。这两位姐姐。穿烤肉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确实可以。这个烤肉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腌制是吧？哦，不直接烤了是撒盐啊，撒孜然酱就可以了是吧？哦，撒盐，撒，然后撒。这呢是张姐家的后院，我们现在正在生火，看一下，这还养了，这什么鸟啊？又像今儿的，这个番茄还是这个姐姐自己种的，嗯，凯莉姐姐，嗯，这是樱桃，嗯，这小孩想不通，你们吃烤肉，为什么把我拴在这儿？你看这舌头，流着哈喇子。这楼上还有两条狗呢，关在阳台的，它俩是刚来，还得再磨一磨，别拆家。你看这下边烤着羊肉，往这上面两个人太委屈了，感觉受不了了。肉串比较大。你说我们中国人啊，你看就这种用炭火炉子烤，你看他们澳洲老外就是拿那个天然气那个炉子。烤炉，它有那个碳，它不是碳，对，它煤球。就是哦，煤球啊。我们这个是我那个我朋友，他给我的那个，这是木炭，木炭中国买的。嗯，木炭烤肉香啊！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笼子里养的是几只鹌鹑，还可以下蛋，鹌鹑蛋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树？这是桑树吗？是桑树吧？对对对，我就记得，因为这个叶子就是喂那个蚕的嘛，是吧？哦，这还有桑树，这是姐的小儿子，这是那个姐姐的小儿子。今天我们吃个烤肉，哇，这个好香。嗯，差不多了吗？他这小子吃的辣，哇，这个也可以，我就吃这个，也是辣的，嗯，哇，这个太爽了，嗯，加够了盐，然后又放了辣椒面，嗯，鲜嫩多汁，嗯。吃烤肉专业户，我们都是。好了，我们呢现在是在这里哇，和上一个面，过一会儿可以吃个面条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哇哟！我们这有三条小狗，哇！这俩，小短腿，这两条小狗，一直是苦巴巴的在那阳台上看着大家吃烤肉。这小动物多。感觉这个真的是好兴奋啊，对吧？对呀，超兴奋今天。品种问题是吧？来来来来，给我们看看你脸上的褶子，满脸的皱纹，你看，哇！把它放出来以后呢，那真的是兴奋的要命的。这是个法斗，嗯。这小狗啊，鼻子好短，走路大喘气儿。
就这样子，它还喜欢乱跑。这就是品种问题吧，是吧？哎，家里狗多也好玩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消停一会儿，你站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你站一会儿。不消停这条狗。啊，今天放分结束。又回去了。这小孩还没玩够呢，他才一岁，看到没有？无花果，它这棵树上结了很多的果子。这个要熟了的话，都吃不完。嘿，还有石榴。那种的这几棵果树都还行，这还要再长个几个月呢。这是空心菜，那边是南瓜，那是南瓜。直接放土里还是放水里？姐，这是丝瓜吗？还是没有？这是那个，不是那个沙瓜，佛手瓜。佛手瓜哦，这是哪？这是啥？这是芋头。芋头，呵呵呵，南瓜，哎呦，这可以。我们现在是住在悉尼的山区里边嘛，沿着门口就是一条小河。现在是没有水的，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有水。啊，环境非常的原始，又剥了很多的大蒜，呵呵，冲上一个蒜泥。等一下啊，哇，这姐这个装备倒是挺全的，好久没有，哎呀，冲个蒜泥了。这个面呢，醒得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多面，活得我好累啊！来看一下这一根，啊，差不多了。这小狗又在想，这个是做什么呀？有没有我的份儿啊？又在这守着了。对，哎，这个面还是很有韧性。我当时本身刚开始的时候就想从墨尔本直接到塔斯马尼亚，结果呢，我一查两个人来回车辆的费用1500澳币，我说再见吧。就是，那也比这个省。你看我们这个皮带面，看到没有，非常筋道啊，这就属于没眼色，知道吧？你都不知道怎么长这么大的，对吧？在这干活呢。对，他估计还在等着呢，看看这顿有没有我的，上一顿都没有我的。来，面条。OK， 好了好了，油好了。对，你转过来淋。哎，啊，对。还有吗？有。再倒一点。对。我觉得不够吃。下一趟得再热一点。啊，我们。一人一碗面，这真可以。哎呀，这就是我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收获，会做面条了。你还给大家秀一手。这可以。太棒了。这小孩才是口味重啊，加辣椒加盐。我都快吃完了。远行的人来如梦，女人花
随风轻轻摆动。给这条狗唱一首《像我这样的人》。怎么二十多年找不到？不要笑场，不要笑场。像我这样有聪明的人，聪明的人，你重新来，重新来。你这狗唱一首《像我这样的人》。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